1995年板桥气爆，造成570人无家可归。当时正逢大年初三，寒冷天气，慈济志工快速动员抚慰灾民。主祭人秉持人之自知的精神，恁厝就是阮厝，等大家将咱厝内物件摕出来供家主，赶紧为咱的受害乡亲来煮一碗烧烧的面，那是咱的米汤，予咱的灾区的乡亲会当得到一份温暖。淹水严重，出动重启艇救灾。1996年赫伯台风，从未淹过水的板桥成为重灾区。慈济志工稳住阵脚，投入救灾。直到2015年苏迪勒台风受灾，志工已经组织完善，快速协助灾后复原。咱组织人走入社区，为灾民来挂一份关怀，嘛为来清扫的工作，所以开启了，予咱的乡亲得到一份抚慰，所以予社区的民众体悟了。主祭人，你伫对，主祭人留在咱的身边。哪里需要，哪怕是半夜啦，慈济人也马上整装，蓝天白云啦，灰衣白裤啦，整齐到达现场。有的时候，就让。救灾人员还没有到，慈济人已经在那里。庄严演绎，3700名慈诚委员动作整齐划一，要用手语转法轮，佛心施志紧紧跟随。大爱新闻随遇蝉简元吉台北报道。